本期话题：女人喝蜂王浆的好处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蜂王浆呢，它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，它本身呢具有一些补肾的作用，就是补肾助阳，那么促进生长发育，还有抗衰老。它具有润肠通便，对于就是肠胃功能经常有便秘的，它能够缓解便秘，促进胃肠蠕动。另外呢，它本身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，对于神经系统、对血管系统呢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，具有抗衰老、缓解神经系统，还有舒缓情志的作用，较好的抗三高作用。那么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，那可以降糖降脂，那么降压，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。要像贫血啦、骨质疏松啦，这些就是说疾病也可以应用。另外呢，就是免疫功能低下，通常呢用蜂王浆调节免疫功能。除此以外呢，它还有一定的抗肿瘤等作用。